鱼跟伊鱼这三条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。等一下。好，那他现在正在忙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哈。要等他统计好了出来，马上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您先介绍。鱼是购于台大经济厂。啊，那是应该是前年做的大正三社，是那个杨杰荣是坐在那个台大那边，啊，然后呢，这条鱼是已经给人都挑剩下的比较小的在那边，啊，所以我去看到，我觉得那个花纹很漂亮，啊，结果我就跟他买下来，是用很低的价钱买，因为他不是已经给人挑剩下的，因为最主要我是欣赏他投那个环点哈。其实这条鱼，它的梦，都是在湖上面，是没有那么高级的，会给人感觉没那么高级哈。所以，我们是尽量刚刚已经讲的，大正三色，假如你在挑鱼的时候，梦只要可以在台上面，是一个，爱好家，他从日本，板井。板井进来的，那它只有十几公分来，那十几公分的话，那应该是它的实验户，否则板井它小鱼，你要买要它这样进来的话是比较困难的，它实验户它可能挑的，它要做要观察的把它挑起来，那剩下的它就是用大批，那时候是三条都是十几公分，三条2万块钱嘛，这一条就。几千块，对，那实际上他们进来是没有，所以那一条是状况还算是不错，其他的鱼状况都不错哈。那是今天跟你介绍这两只，那另外那个三只 A， 黄秘书长，啊，今天请来朱兰刚哦，叶志军哈，感谢啊，今天来恁接待哈。欢迎各位锦鲤界的好朋友，各位前辈哈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了哈，都无事。今天讲话意呢，让大家安尼同聚一堂哈，来做一个咱对锦鲤做敬主的研习哈。啊，这里啊，看到这个水以后啊，心情好，哈哈。啊，头下大家上阵，要讨论研究起来呢。啊，统计起来这个结论啦哈。大家，我感觉大家鉴赏的迄个功力吼，拢愈来愈进步吼。只有甲看起来呢，第一名拢无走票啦。哦，还有到四中，表示这只鱼啊吼，真正伫这五只内底呢，伊种是开始大家供应上水啦吼。啊，头下来讲，这只鱼啊，饲人无够，就是迄个伊太太比较好。哎，像伊太太，我今早看者。第一名这鱼啊吼，当然第一是日本的系统啦吼，我讲伊这礼拜他们在阿哥家台咧讨论咧聊天的时阵咧讲，当伊要上困难的其实不是乌子，是红子，红子。你第一红子咧，到阮咧洗的这个起来咧细密度啦吼，啊，佮到阮咧开店水深，讲红子对伊来讲较困难啦吼。其实墨子到阮咧洗完就水了吼，这鱼啊来讲。无论是红色、乌色吼，金翅鱼啊，这真正无话讲吼。啊，佮当然五只当中呢，伊的体型嘛上饱满吼。来看到，拢是人五只要用竞争的时代，拢就要竞争只吼。尤其这秋龙真正歹肉的吼，你再讲两根新的吼。啊，这只鱼啊呢，咱完全无争议的吼，大家拢是啊，算是上完美的吼，第一名吼。啊，第二名的红色鱼的这个。看法也是同款的吼，这个第二名这只鱼啊吼，伊这只吼，伊当然这个模样、这个环境是大家拢上喜欢的吼，看到马路边，大家拢感觉加真水啦吼。啊，当然伊这个马路边以外呢，伊的这个五只中间的黑鱼嘛算袂歹啦吼，也算袂歹，实力嘛算有到伊爱当这行情吼，啊非常无简单啦吼。啊，虽然咱黄秘书长捌建议讲，伊的乌的红顶管。看到较无品味、无遐个，其实伊若会金，我养个顶啊无所谓啦。伊店个所在嘛拢袂歹吼，
啊，都是即马，即只鱼我曾经伫阮台湾爱好者联谊会的比赛时吼，我有看过，伊只换铁过冠军吼，换相当水，中马三也是冠军，中马三吼，没有冠军啊，让个那不得冠军吼，我伊个时阵吼，冠军也换三回，准较紧，伊阵呼吸搁较紧，哦，真呼吸消耗有较袂遐紧，人伊准冠对呼吸量影响有影响个吼。所以这两个人嘛，平均是第二分、第二名啦吼。啊，至于第三名呢，因为另外迄趟哦，第三只鱼啊真正无好看啦。但我伫遐讨论足久吼，伊讲真个，这三只鱼啊，有一只是未完成啦吼。即只咱大家看第三名这只吼，第三名其实总共两只吼，但是小弟是看这只死这只吼，这只我话看第三名是因为。伊个整体来讲，我差伫完成度啦。哦，确实，若这三只鱼仔讲，哦，大家要拣要当饲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换拣去食较对啦。哦，虽然还袂完成，但是伊个食法袂歹，真鱼吼，目睭确实上少啦。我会甲判第三，还是这三只鱼仔内底，我怎啊甲？唔知影判了怎判讲倒只缺点较少，结果是我会判一只上无缺点个。哦，伊体型嘛顺啦吼，只是红质较无遐红。但是伊嘛正金嘛，伊嘛算金嘛吼。啊，乌质嘛点了着所在咧吼，只是讲乌质嘛是差咧完成度尔。但伊质嘛是算蓝墨吼，唔是迄波墨吼，嘛算各地的质啦吼。所以即只呢，小弟是甲看第三名吼。啊，至于第四名，即个是特别看起来降温数即只吼。伊即只是有点仔可惜的是讲，伊咧食物当时啊，若有进步的时候，会稍微乖一下吼。啊，有时候金金较嫩。即个伊也感觉较嫩吼，需要较嫩心的感觉吼。啊，所以，但是伊现时看伊嘛，算这三只龙，伊只算不大只小块。哦，啊，我即只个看尾名是，我感觉五只中间只体型，伊虽然讲我上袂佮意只只，我乃讲我只买啊那菜刀，有八刀吼，买单较油啦吼，刚刚讲就买单较油，啊，伊佫缺点个只只红只只有哪缺点吼。啊，我是你完成啊，足起已经真完成，但是迄个乌的所在真乱啦，尤其是尾仔只吼，较乱啦吼。所以即只呢，即只是甲看题目啦吼。啊，唔同个吼，个迄个结，迄个总分数的结果还是一样吼，还是最后一名啦吼。啊，即个小弟简单啊，通知我家己看完吼。啊，当然这是互相切磋啦吼。啊，若讲即个评的即个评论，即个。感觉可能个人的喜好啦吼，啊，若体型质，这应该是拢有一个去比较对啦吼。而且小弟刚刚吼做个介绍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
以后安尼就经理协会吼，以后看管经理的角度、甲人事的角度，是咱所更加进步，吼。啊，所以讲我大家吼，即个热心，啊，我诚感谢，而且会当安尼大家吼，较用心面对这个会吼，才推出这样。喂，这是新的吼。哎，你好，来。这大家吼，啊，诚心的感谢啊，陈先生，嘿。